今日同大家去食呢个深圳嘅顶级自助餐，有啲人叫天花板自助餐，就系呢间名门盛宴。咁佢喺呢个福田嘅好高档嘅自助餐，系食呢个海鲜自助餐。咁我哋点样去呢？就如果坐地铁嚟咧，就去到连城新天地六号嘅入口，或者你坐去到呢个会展站。行去连城新天地嗰边，咁去翻呢个皇庭中心嘅四楼，咁佢地址就系金田路与福华路交界嘅，咁大家值得嚟试一试嘅，咁佢系性价比相当之高嘅海鲜自助餐，咁啊大约600蚊一个人啦，咁有龙虾啦，有呢、這个澳虾食啦，有水晶虾啦，有呢、這个嗰啲好多东星斑啊、娃娃鱼啊、鳄鱼啊，数之不尽嘅海鲜都有嘅。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